这爷俩干啥呢？还不走？你们爷俩干啥呢？妈妈，你快看这个蝴蝶，好漂亮啊！在哪儿呢？这儿呢，看看。他我看看。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别用手机动，啊、我看看。他这里边好几个人有粉色、啊。不是，他咋不怕人呢？因为他应该是刚这个森林里刚就是刚出来，刚破，出来羽毛还没干呢，有点冷。啊。有阳光。是不是刚破茧呢？哎，你别个手摸呀！啊，别摸！你摸完之后，人家飞不飞？他不飞呀！那你叫他自己，你别摸人家，快别摸！啊，挺好看的，这可漂亮了！妈呀，好像孔雀的尾巴！哎，这尾巴真像孔雀的颜色啊！对吧？真好看！你给它放往那头整。你不用整它，你别动，你给羽毛它给碰坏了。你别啊，不用，你别不能，你别个你别碰。你自己能走，你别碰它。让它上那个那啥里。它自己你拿棍儿啥的呀，你别整，它自己飞得了。大棍儿，你别让你爸整了，你再破给它翅膀碰坏了，它就不能更不能飞了。别用手机呀、啊。哇，好漂亮、啊！你到底整这面来？你看人家要往人家要往那边去，你非得弄人家，别整了。这车压上了。不能，它会飞。好漂亮啊，这个蝴蝶啊！它的尾巴像孔雀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它自己就能飞走了。一会儿羽毛干了。你别动它了，你把它，你看你。花车给它放。放那头。一会儿车来压上东边。哎呀，你小心点儿，它自己会飞。它飞不起，受伤了应该是。是受伤了还是？它现在不会飞，有可能刚。哎呀！去！你看。你行了，你可别弄人家，行就在这儿吧。行了，别动了，行了。哎，好了。上哪儿去了？那儿呢？哪儿呢？这儿呢，搁下边呢，脑子。害怕了都有点。那啊，这儿呢。行了，咱们快走吧。让他往出，该车该样了。这块没有车，没事，走吧。